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志祥，恭喜华视47周年生日快乐！47周年的里头里面呢，有差不多将近2-3年的时间，也有我跟华视的陪伴。然后当时我在华视主持一个节目叫 TV 三剑客，哇，那个时候应该是全部的讲家喻户晓的一个节目，因为 TV 收到线特别的火嘛，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开心，也很期待之后还有机会可以继续跟华视合作。生日快乐！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黑人陈建州。47年了，这47年来呢，华视带给大家很多的力量，更多的是来自于人性的启发，包含小弟我就是华视养大来的。当年如果不是华视的长官或者华视这样的一个平台给我机会，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录这个影片来祝福华视，也算是我的老东家了。47岁了，祝华视生日快乐！有机会的话，再续前缘吧。我想应该很快的。You know， 华视是一个多元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频道。那我希望47岁能够在公广集团这样的一个更丰富的电视资源上面，能够让华视未来有更多的实际的资源，好不好？祝福华视生日快乐！大家好，我是李思端。首先祝华视生日快乐。这是我们的一个新节目《大鱼食堂》，而为什么以这个节目做布景呢？因为我们正是在华视的摄影棚录制这个节目，也感激华视给我们所有的一切协助。华视就是这么棒，有一切的条件可以做任何的好的节目。非常祝福华视在今天生日快乐！而且未来希望每一天的华视都是永远永远最好的。